我不要。来嘛。不要。我已经吃了两坨了，我这种体重跟你那种体重不一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盘头鱼大哥。婆娘想吃猪肉，今天整到一块，回去弄去。婆娘。小可爱大哥嘞。你今天想整到小可爱了？你看这个猪，你猜一下有好大？500斤。四个手这么能宽？这是肉，这不是猪。我们清洗一下，大家用来煮鸡。哦，还先把皮子烫好的。走走走走走，稍后。再来把猪皮子弄来烫一下哈。哎呀，好香哦！我们明天就做成交换了。烫好了，拿去清洗干净。糖浆水，白肉放进来，再加点盒花椒，盖上锅盖煮熟。姑娘，今儿下午我带你去耍哈儿，要不？要带我去钓鱼，带我去耍，那明明是你喜欢的嘛，是带我去耍。煮好了，捞起来扔一下哈。再来一点大蒜，用刀背背敲烂哈，切成蒜泥。再来小米呢，来一点酱油，再来点油篮子，再来煮肉的高汤，搞烤转哈。想不想来体验一下？我没这种技术。哇，这块我就把它品尝点不，怕吃一点就够了。一瓶白点就可以多整几点。要得嘛，我品白点，那个刀工不好整了。这花椒要敢淋上去噻？不想淋的。不淋啊？嗯，没吃完可以炒回锅肉。走嘛，吃饭喽！哎呀，好爱，放点花椒。我还害怕你腌。我一口吃不完一块。这个蒜泥白肉嘛和里脏白肉是没啥区别的，就一个就是笨的海椒，一个就是活海椒。个红，不要，来来来，我不要，来嘛，不要，我已经吃了两坨了，我这种体重跟你那种体重不一样，我才吃四五块。我都感觉饱了。你两个慢慢走。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了哈，拜拜。拜拜。